这黑魔咒人才如何用得上、留得住、进得来？联合报系跨国取经 ，UDN TV 在慕尼黑看师徒制如何传承德国工艺，走访北京、上海，带你看千人计划如何延揽人才。找工作少不了证照，澳洲技职教育大行其道，新加坡高薪低税吸引全球人才。 掌握成功关键，翻转青年未来。敬请锁定《愿景工程》为青年寻路首部曲《抢救人才》专题系列报道。